歌，是最不想提起的一首歌。梗来梗来。哇哇哇！哇！哎姐！啊！张青。我们准备了一个蛋糕给猫一下，对，给 Blower， 然后可能就是 Blower 的乐迷可能知道，我们去年一年都没有很多演出，对，然后因为猫一家也上了一档综艺，对，然后这个滑板也是他当时对落下来的，对，所以现在角色队长现在到我们的乐队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，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带来更好的作品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我们老板其他的不会做，他就是喜欢别人送蛋糕。今年毕业不知道是不是也要搞一次送蛋糕。哦，还有一首歌，但是想先跟大家拍张照。好。没事儿，现在排一会儿还得见。